我们来一个赌注好了，今天要是第一个跳到楼梯的那个地方的人，我们就要今天整集后半段叫他主人大人，怎么样？这样子，哎呦 ，Hello， 大家好，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买快，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当穿越时空的侦探探险队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宝 ，Hello， 大家好，小光，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阳宅杀人案件之女仆想约我到仓库去做一些羞羞的事情》，这是一张，这是一张台湾人制作的地图。这一集呢，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集。我们现在人穿越时空回到了这一座充满指示还有女仆发生杀人案件的巨大阳宅里面。你现在在地上看到的这一位，他是一个死掉的小说家。不过在这个阳宅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人取代他的身份潜伏在这里。不过他会是真的凶手吗？这里的女主人也很奇怪，光是他的声音就很奇怪。嗯，我的声音哪里很奇怪？没有啊。这里的大小姐也非常非常的奇怪，你听听她的声音啊，什么奇怪？你们才奇怪，我的声音好像变低了。Oh no！ 总而言之，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在上一集都堆砌到了最高最高最高潮的地方。哦，华伦，你回。如果爸爸们没有看过这一集我们怎么穿越到这里的话，别忘了可以按下画面中的右上角，它会带你回到上一集的现代，跟着我们一起收集线索，再来看这一集，一起推理会更有 feel。 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爸爸们喜欢这一种有趣的推理解谜的地图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们知道。那要是你今天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你有回家都会有两个女仆还有指示跟你说一声，我看你那赛，我去欣赏吧。哇！耶！主人欢迎回家，好哎，好哎，好。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集发生什么事情好了。上一集嘞，我们在阁楼的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本来应该要是小说家的家伙，不过他现在应该已经沉尸在这里了，在旁边的箱子里面，貌似有找到他的凶器，是毒药的样子，还有留下他的最后的纸条，上面写说 “Help， 我是小说家”，跟通往地下室的钥匙。所以地下室应该是我们在一楼看到的那个地方，对不对？然后这些证物要先带走吗？还是我们要破坏第一现场啊？我觉得带走好了，我觉得带走，带走好。好，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吧。好，会不会出去的时候杀人魔就在外面？哇，没事哇，吓死我了！可立尔，可立尔 ，OK OK，、哎、探险队出动，不是探险队，我们是侦探团。助手、管家，跟我走，跟我走。Okay, okay. 我忘记你们谁是助手，谁是管家嘞？我是管家，你是管家，你是助手。没错，没错，没错， yeah. 我是那个侦探。好，那我们要直接去找那个小说家，就是伪装成小说家的那个人，直接去跟他那个对峙开干。我是觉得先不要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凶器在我手上，毒药在我手上，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我们的指纹。天啊，我们办事也太……你就是凶手，不行，会被嫁祸。我觉得我们要先把关键性的证据找到才行。好，就在隔壁，小声一点点。我没记错的话，他住的房间是这一间房间。这个阳宅真的很大哎、欸。Hello， 小声一点。Hello， 嘘，安静一点点。我们要去大小姐的卧室看一下吗？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在。哦，我该穿什么好呢？紫色粉色还是白蕾丝？阁楼一直传来蹦蹦声、啊，是不是有老鼠啊？阁楼的那个蹦蹦声是不是就是命案的 CD 高？好像是哦，搞不好就是哎、欸。好的，大小姐的衣服我就先偷走了，走吧走吧。哎、欸，警卫，警卫，我是客人哎、欸，我是客人哎、欸，这是谁啊？执事，哦哦哦，他把我们带走。我们上一集的时候好像没有把整个。发出奇怪的声音，好像还没有把整个阳宅都看过一遍嘛，对不对？对啊，何不我们今天就趁这个时候，先把整栋阳宅稍微搜寻一下好了。这是我们的房间呢、欸欸，对、欸，真的、欸。OK OK， 好好好，又回来又回来了，所以应该是绕了一圈了。嚯、哦，对，应该是绕了一圈了。这边绕过去应该就是主走廊的样子。沉默的少年，他没有跟弟住在一起、欸。沉默的少年叫做毛毛，毛毛。是毛毛哎、欸，叫毛毛来配音，毛毛来配音。嗯，老爷外出了。你谁呀、啊？你谁呀？他身上的东西拿得起来吗？不行，刚刚那个是小光的女朋友，死线冲。耶、yeah. ，OK， 先冲，往外走。绕了一圈绕出来了啦，这边是爱睡的双胞胎弟弟。好，那。
我们去一楼吧，我们去一楼吧。等一下。哦，我想我迷路了。走走走，他经过了一集还在前面呢、欸，那个女仆。哦天啊！要求贵。机器人是不是啊？欸、你看外面。那个执事跟女仆都是盯着这里，这是在干嘛、啊？他们在看我们，好恶心哦！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很像线索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在饭桌的桌子附近好像有东西，对不对？这个可以翻得起来，对不对？翻得起来，翻得起来。哦，藏在下面是不是？有可能是在下面，有可能是在下面。椅子也要稍微仔细调查一下下。椅子的话，好像，椅子的侧边，椅子的侧边有写一个零的数字，检查一下椅子的侧边，有一个一，又有一个零，这里有个一，两个一，两个零，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他哦，不是，哇，我们昨天有找到一个机械语言的介绍，会不会就是这个啊？应该是啊，应该就是这个哎、欸。不过我在猜，我们应该还用不到，等用到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呗。好，那好，我们先去地下室一趟好了。我没记错的话，地下室好像是往这个地方走的样子哦。对对对对对，哦、这里这个吗？下去了，可以耶！嘘嘘嘘，安静一点点，我听到下方有动静。安静一点，对不起对不起，安静点安静点。下楼楼下楼楼，哦，很空旷哎，这什么地方啊？哦，有了，出现了一个零，输入源跟输入端，那你。这什么啊？哦，两个一，两个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操。我做了什么？哦 ，OK， 没事发生。这应该是餐桌吧？对，餐桌的位置吧，对应的方向一跟零。哦，对的哦，对啦、啊。哦，大餐桌。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四组号码嘛，对不对？两个零，两个一。所以只要哦，我看懂了，我看懂了。一是往上，零是往下。OK， 合理。所以我们要照着上面，或者是我们可以硬破解。我觉得我们可以硬破解。对不对？好，可以，可以硬破解，可以，没有，可以硬破解，破了，有吗？有，又开了一个，这样子呢？没有，没有，那这样子呢？没有，有，又开一个，又开一个了，剩最后一个吧。嘿、hey ，硬破解，有开了，等下那什么？是他，他怎么过来了？哦、oh ，伪装成小说家的陌生人，就是，哎呀，被你们发现了，是屁屁，你这个杀人又藏狗的凶手，逃不掉了吧？可怜的宅邸夫人，居然被你骗了这么久！可是啊，可是啊，快说，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何？为什么要杀人？哎，因为他们知道太多了，所以我也是被逼的。为什么砍我？不是我、啊。既然你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我想你们也死得瞑目啦。什么？你不要太大意了！啊，你在说什么傻话？我们三个人来到就这样了。等，这是陷阱，有迷哦！糟糕，我震动不了了。可恶！太大意了，你就乖乖睡吧，不要来坏破坏我的计划。傍晚六点整，地下密室。那你，我们被丢下来吗？哦，我找到海龟帽了、欸。这什么地方？哇，有个告示牌，上面写单人游玩请往这，这边是多人游玩请往这。有有，我们应该要往这里。哇，是，这是你的。走了，谢谢啊、哦！带你们的什么？多人游玩限定，默契和考验大。What？ Oh no！ 不要。What？ No！ 是什么？好好好，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你要进行下一关。貌似是跑酷的东西，我先。哦啊！哎，他可以先推开，他可以先推开。那、oh, 那可以通通帮我推开，通通帮我推开。推开，可以，哎呀，真的，白痴啊！这个要先关起来，这个要先关起来，上面两个要关起来，前面两个，上面黄色跟紫色的先把它关起来。好，行，跑酷，跑酷交给我，不要闹哦。OK， 没事。哎呦，开除你们，跟你讲，哎呀，不要啦。好，再来一次这个楼梯，好像，哇，结果我才是最身手矫健的，可以，行。哎、欸！我在干嘛、啊？接下来我往哪里走啊？他有好多条路哎、欸，那边有一扇门，这边有一扇门，那边有一扇门。先去看看这一扇好了。哎呦，呼下，有了！哇、哦，这个房间有成就哦。不，哦、它是炸弹，有三个。炸弹、嗯，不要。有左边、中间跟右边，要选哪一个？我哪知道啊？快一点呐、啊！快一点呐、啊！
右边、啊哦，我堵中了，堵中了，我拿到指挥棒，哇，看到左边嘞，左边，左边是什么？哇，直接传回来 ，OK， 可以可以，哎、欸，我第一次都堵中哎、欸，接下来还有两扇门哎、欸， hey. 这扇看过了，这扇还没看过，哎呀，哦呦，哎呀，要下去那个地方看一下吗？上面吧，下一关的钥匙我找到了。哇，钥匙啊！那下面这个是什么？你可以帮我把这个绿色关掉吗？你先上去，我不确定是哪一个。好，好，再上去，再上去，对对。这个是打开这个，这个是关掉紫色那个。我要开启紫色那个，我要关掉绿色那个。有了，有这个。钥匙，嘿。哎、欸，你在干嘛？我以为你要先跳过去，还有默契耶、欸哎，没默契啊！好了，不要再推了。没事，过来了，里面有一个惊喜蟒包，这是什么啊？蟒包，蟒包是蟒包呢，不知道打开会是什么东西，感觉起来应该只是成就而已啊。我打开，不能打开，好像不能打开。这进来这是什么鬼地方？什么东西？紫色跟解谜，解谜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不不不！你们两个帮我看，然后我来选好了。哦，旁边有数字，所以我看得到吗？紫色，紫色，紫色，看不完，紫色，看不到。好，我来摸感觉。好，魔晶少校，我看一下。一二三四，紫色四个，我看到四个。好，紫色四个的话。红色三个，红色两个，黄色三个，没有红色，黄色三个，黄色三个的话，一二三，好，绿色多少？一个，啊、没有用，不可能啊！我这一面没看到。欸、对啊，他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不能回去哎、欸。对啊，怎么办？难怪他说要到下一关吗？怎么办、啊？我用手来摸好了，我用手来摸好了。凭着刚刚的记忆力，我觉得。紫色大概是偏多，刚刚还蛮多的紫色的，所以有分几个，七个、八个，不要那么高好了，来摸个六个好了，然后再来呵呵黄色好像也很多，我记得绿色最少，我记得绿色最少，那这个先算八好了，然后这个算二没有用，三没有用，七没有用，三没有用 ，OK， 这样猜到明天怎么猜？对啊，这猜明天几点？多久啊？太屌啦！这是猜不了吗？啊、他的下是，他的下是，哎、欸，太难了吧？太难了。喂，哇！运气啊！真的假的？别乐透喽！太夸张了！哎呦喂啊！嘿，哦哦哦哦，是什么？哇，视觉！哦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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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我要被催眠了！我要被催眠了！哦。催眠，催眠！阿米猫，阿米猫，不对啊！呵，哇，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啊？啊！惊叹号！点点点！我的头好痛啊！点点点！啊，应该是有人救了我们吧？大家都没事吧？宅邸夫人那里有危险，我们不可以让他得逞。没错，我们必须去警告他们。走吧，想办法回去询问客栈老板事情的经过。这里又是哪里啊？对啊，客栈老板是谁啊？我们是三个人同时被捡尸捡回来的，是不是？捡尸、wow, 没东西耶、欸！哎、欸，这里真的是101哦哦，101号，我的房间哎、欸，如不满意，恕不退费，请注意，贵重的物品，请勿带食物上楼，请勿大声喧哗，小声一点。1024，小声点啊！这里的房间哎、欸，谢谢。东西耶、欸，没有东西耶、欸，感觉起来就是会藏东西呀、啊。不管了，不管了，走吧，走吧，走吧，我要下楼了。这还有别的房间？哇！客栈老板的房间，我找到了啦！这里，这里，这里，老板，哪里？老板在，老板有、okay. 送你一盆花。好，谁偷走老板的东西？是谁说我不在的、啊？我是老板、欸，不是我、啊欸。怎么了？彼岸花，彼岸花，彼岸花，这是在做黑的哎、欸，这间店、欸。如果跟一代合在一起的话，世界观一样。天哪，老板，老板过来了。哎、欸，你好、啊，客人，身体好些了没啊？你问我谁救了你们吗？就是那个小吉他爸，没有他的话，他就是小吉爸。不过他现在忙着照顾小吉，不晓得有没有空理你们。啊，你问我这里是哪里哦？这里是熊掌村、啊。熊掌村，一代的熊掌村。
哪一怪？可以离开客栈了。客栈很熟悉啊。可是客栈，我记得一代的时候比较小一点点，二代好像扩展了一些。可是楼梯就很像，很像，很像，很像。欢迎光临豪华小客栈。对，是时间是什么时间啊？对啊，你可以提供饮料哦，因为后面都废弃了。对，据说泡完汤，泡汤，只限客栈的。我们是客栈的主啊，泡汤。哎呦哎呦，这不会有偷窥奸之类的吗？没有。我已经帮他拍照了，拿去卖，拿去卖。怎么出去？这里可以出来。好，哎、那回复疲劳的回复药，喝个好了。哇，这是丢出去的。哦、好，那是小吉爸。小吉他爸啊，小吉啊，你知道西瓜躺在地上吗？我甩，我才是小吉。你怎么那么喜欢玩那根钓竿啊？我甩。哎呀，爸爸，我今天早上出门玩的时候看到奇怪的花哦。哎呦，是哦，是什么样子的花啊？像是黑色的玫瑰，香香的，还有现在都很兴奋。咦，不行啊，小吉，你要离那个花远一点。知不知道爸会担心你的？我甩，岂有此理！哇，我们回到一代的熊掌村了哎、欸！哇、欸，回来了。可是这个熊掌村看起来，感觉起来扩建了哎、欸，感觉树木被伐的有点多，就是没有这么的。哇，好热闹哦！有路人，然后他手上的东西可以偷走啊，不行。这是顽皮豹吧？喂，顽皮豹，哎、欸，是变态，变态。哦，这样，这英雄在讨伐变态，哎，哦，因为控制有刀。Okay. 然后这里有羽毛，是你，羽毛，还有路人。哇，这个是有点像是森林中的小市集，哎。等一下，是他，来哦，来哦，惊喜宝宝，内、oh. 有 iPhone， 还有一栋房子，听起来很热闹。等等。你不就是把我们带来这里的可疑人吗？看我怎么揍死你！对你这个杀人凶手！等等，你们是谁啊？我什么都没做啊！大小心，这个人不能信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啊？哎，我杀谁？为什么你在打我？先把你这个嫌疑犯抓起来，证据再慢慢找啦。不对，先告诉我们怎么会……哎，跑走了！可恶，别跑！他竟然就这样消失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啊？只好去其他地方去找看他的踪迹了。他逃了，这样他在卖蟒包哎、欸，蟒包是这个吗？蟒包，走他。然后买东西的人是泰瑞，泰瑞，泰瑞。好，我们要去前面的石屋里面找找看他吗？他好像跑到前面的石砖建筑物里面。对，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他在哪里。哇，熟悉呀、啊！哇，这不会是那栋公司吧？天哪、啊，世界观，这里是公司。进去看看就知道啦。这样好吗？不管这么多了，也许会有线索也不一定，大家还是小心一点，潜入行动。哎呦 ，Snake， 我记得之前进来的时候，里面超多敌人的。哦、oh. ，暗焰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个，真的是、欸、这个，超中二的、欸。嘘，安静。Hello。我贴 C4， 嘿咻，贴上去，来喽！滴滴滴滴滴 ！Breach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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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go！ 哦哦，是黑心工厂哎、欸，哪路的？谢老板，你看你们做的这是什么烂东西啊？老板，我只是想把产品做的有创意一点啊！我呸！你竟然搞得大家都不能下班罢了，什么创意？这是工厂，不是啊，老板，我是帮你们帮公司寻求商机啊，搞创意，搞双击。很抱歉，你来错公司了，滚！不，老板，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啊！老板，大型精神分裂现场。这是根本有别有心机，想搞爆我们的公司啊！你给我闭嘴！你我差点搞错角色，谁谁谁，一定就是你从中做给这个卑鄙小人。够了，不要再说了，我受够了，你还是走吧。什么？你竟然好？你这么无情，就别怪我无意，你们会后悔的。哦，好累啊！要不要整个游戏都你配好了？现在这个情况好像不对，先不要轻举妄动好了。他完全没有发现我们呢、欸，撤！小心小心！嘘，安静！喂，不可以、啊！撤！拿回我们的武器丢出去嘞、欸！撤！没关系，怎么办？撤！等一下，我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那你？那我们的呢？我先找回我的武器。我们的呢？
那我没有，我先请回我的武器。没关系，我们使用超级高超的。我知道了，小光，潜入，穿着他们的衣服，潜入，穿着他们的衣服潜入。裤子不行，为了潜入，裤子还是要穿。你没有裤子，你不能穿裤子、啊。OK， 我们现在是员工。Yeah, 我是员工，我在工作，我在忙，忙着弄东西，所以他是那个奇怪，他是被赶走的人哎。等一下，这个是 SCP 哎、欸，哎、欸、真的哇 ，SCP 哎、欸，我们可以盯着他看，偷偷进来哎、欸，过来了，可以上楼。来了，睡着的保安 ，OK OK， 但我完全看不到羽毛哎、欸，羽毛完全有在这里，你可以穿个裤子吗？你可以穿个裤子，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好，我去把他裤子脱掉。哎呦，我给你裤子了，我给你裤裤了。谢谢。是往这里走吗？我走到后门了、欸。剧情尚未开放，没了吗？哇，还有？没了吗？可是，哦、欸，前面那个，这里是正门呐、啊！啊，一代的时候过来的正门。所以，等等、欸，是吗？他可以往楼上走，哦、我们的熊掌村好像还没有看得很仔细，对不对？这里有仓库。哦，这里有会议厅，有清洁工，有 Dodge， 好可爱，好像过不去哎、欸。我发现前面好像还有房子哎、欸，我们要过去那边。那边不是客栈吗、哦？是吗？是吧？哎、欸，好像是哎、欸。哦，这还可以往顶楼走，我们到顶楼去看一下好了。好，对，前面是客栈哎、欸。哦，那我们要怎么回？左侧还有一区。哦，客栈那个地方可以转个弯。我知道了。哦，所以我们应该要下楼，然后到旁边那一区去看一下好了。Okay. 这里好像没有办法过去了。我总觉得他们这边也改建了很多哎、欸。蟹老板的房间啊，蟹老板，搜寻一下，都绿绿的，有一件衣服，拿不到衣服。是羽毛的吗？对，那是羽毛的。先把衣服塞进去。有个箱子。对，拿不到。拿不到。哦，拿到了，使我充满决心。我拿了一颗心脏。好，那我们下楼了，来，我们逃出来了，潜入成功。Yeah. 我们好像是要往左侧那个地方前进，所以应该要稍微经过一下四级。好、oh. ，然后从四级的这个方向，还有一区啦，这里。呀、oh. ，羽毛已经完全变隐形哦，现形、啊、回来了，结束了。正前方这是哪里啊？上面有写，左边是往万能驿站还有公墓，右边是神秘的住户。哎呦，神秘客，一代的神秘客。哟，稍微去看一下他过得怎么样好了。他到底是谁啊？对啊，一代也有出现，可是对啊，可是剧情戏份没有很多。这是什么地方？把你爱的人丢下去，我爱的人。羽毛？不是我啊，我爱我自己。等一下，什么？死掉啦！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的哭哭神秘客的房间哎、欸，有人哎、欸，是两个妹子哦，所以是她是女生啊，应该是女生。师傅，我录取了暗恋公司的保镖了。哎、欸，怎么可能？他们只收男生啊。师傅也是女生哎、欸。师傅也是女生。哎、欸，神秘客，哎呀，你是怎么可能进去的？他们只说男生啊！哎呀，师傅，我最近学了一招叫做翼龙术啦，方便很多哎、欸！你竟然偷了我的秘籍！我突然想到一个奇妙的场景：一个偷偷潜入进去的女生，伪装成男生，结果被发现，被一群男生抓起来。那你不行这样子。没事，他很厉害，他不会被发现。我就不解了，你明明说会教我所有招式的，为什么你要把这么好的秘籍给藏起来呢？我把这秘籍藏起来是为了要保护你的安全着想，保护你的安全啊！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走火入魔。怎么走火入魔？难道会上瘾吗？那师傅原本是不是男生啊？他在上一集的时候是男生，他走火入魔了。哇，不是吧？很有可能变不回来原本的样子啊！哎、师傅，你不用担心啊，我就不信我的能力会控制不了他。我上辈子到底是遭什么孽啊？我总觉得这个可能会第三代的时候还会有他的剧情、欸。哎呀，他的剧情很支线哎、欸，他的剧情很支线哎、欸。对、哦，那我们开箱子，吓我一大跳，走了啦。没事，收一下吧。助手，走了。助手，好好好，不是那个助手，是助手。好来。正前方哦，这里是公墓。上一次的时候也有公墓、欸、我记得上一次他们房子在这里。他的地图完全大改变哎、欸，我觉得是羊，应该是以前吧，是羊驼。
羊土啊！哦，你是说他们的暗夜公司还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吗？对啊，你不觉得大家还活着，这边都还没死透？对，这好像是一战哎、欸，就大家还没有这么的走火入魔，对不对？商人，我等一下，我羽毛在急。商人，商人，急增搬货工人，有没有人有兴趣啊？不好意思啊，刚刚我听到你们好像想回去宅邸。嗨，是的，我们想回到我们的岛主夫人的宅邸。你是说隔壁的时尚村吗？我可以带你们回去，但我需要你们帮忙搬货。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可以帮忙。这什么苦工啊？我们在行啦，但是要请你们帮我们送到宅邸，这是当然啦、啊，我不会让你们做白工的，放心吧。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吗？他其实多马了，他其实、他其实把这里做得很细耶、欸。哦，等一下，等一下，上面有写“生人勿近”，我生人勿近，我进去。哦，藏钱的地方。哦、oh, no ，都是绿宝石，全偷走了。在楼上，这是他们藏货物的地方、欸。哎，好好好好好， 那我们就不偷钱了，就不偷钱了。走吧，走吧，走吧，我们八百、欸、走了啦，回到宅邸了。哎、欸，下 no、哦、回来了。这发生什么事啊？是什么？怎么了？喂，怎么切一半了？我喂，我天哪！宅邸，宅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我、哦、女仆，不知道还有没有女仆被困在里面嘞、欸？是啊，我们赶快进去里面看看吧。好吧，大家小心一点啊！一旦发现活人的话，就立即大叫。还有房子。还有房子会立即崩塌，稍有不对，大家一定要马上离开。收收到，遵命。Ready, go go, go go, 好酷哦。OK OK, 其实不酷，这已经是灭门惨案了吧？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小心。这，请问一下，要怎么把大量的岩浆运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是干嘛？哇，嗨 ，Oh no, Oh no, 傻逼 ，Oh no, 这是地板是岩浆哦。对，好怀念啊。哇，嘿，想到我第一次跟小光玩，玩到不想跟他玩的那一次。你看我现在，哈哈，有没有？你真进步很多啊、欸！你真的进步很多、啊，大进步。对啊，哇，超级大进步哎、欸，小光。耶、yeah ，嘿，这什么地方？哎呦，我想起来了，这是上二楼的地方，这是执事的房间，这是女仆的房间。我去拯救女仆，啊，去拯救执事，像你的兴趣。啊，没有，像这么炎热的地方，相信。他们现在一定是在水深火热当中，超难的啦！像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啊，女仆的衣服很有可能受损。哎呀，为什么？我的刀，不可能！我的哎哎哎！女仆是我的，你给我。各位各位，我到了，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啊其实不用跑酷啦，啊？什么？从旁边绕过来就行了啦。啊？啊，来来这边这边。好的、oh no, ，我谢谢女仆是我的。等一下， yeah、等一下，我得到女仆了，哪里呀、啊？女仆了，哪里呀、啊？这里这里。哎、啊，真的可以绕过来哦。女仆嘞？没有女仆啊，都被我带走了。谢谢。哇哇！这边绕过来是哪里啊？这里绕过来是餐厅、啊，等一下下，这边绕过来是厨房，对不对？然后这里是，对耶，哦、东西都不见了、哦。我在猜我们应该是要去二楼吧，对不对？哦，一楼感觉起来没人了，一楼感觉起来应该是没人了。好，所以要去二楼的话，感觉还是得跳哎。对，那、哦、果然是忍不住拉法。好，可恶，交给我高超的跑步技巧。好，那我瞧瞧我。不行啊！不行啊！不能踢踢，要怎么过去啊？喂，对，这很难，这很难。我们来一个赌注好了。今天要是第一个跳到楼梯的那个地方的人，我们就要今天整集后半段叫他主人大人，怎么样？这样子，哦哟，叫他主人大人，你过不去的啦。这个好难，这个还想要过去啊？这样 momentum 好不好 ？momentum， 哇，有了有了。哇！差一点！跳羽毛，羽毛，跳羽毛那一招好像很聪明哎，过得去吗、啊？过不去，过不去。我看了一下，过不去。给，哎，我还是真的需要跑酷。行，对 对, 對，没办法哦，偷袭失败。你要叫我主人大人的啦，不行。哎小，哎、欸、小，而且要毕恭毕敬的那种哦。啊！这啥什么？难度啊！不行，不行，不行！叫我什么？啊？什么？叫我什么？
回来，士可杀不可辱。他有存档点啦，他有存档点啦。哦，太好了，笑死了！我找到一个奇怪的灰烬，叫我什么羽毛？毛啊！哒哒哒哒！指挥棒！我狗犬先生，狗犬先生，不要打我！听从我的命令。好、啊，是啊，羽毛怎么没有存档点？为什么没有？救我！啊，你刚登出啦！啊、哦、！TP 大家到我这。谢谢，狗就去杀吧。去。好，我们来看一下下哦。欸、我身上有指挥棒，它会亮亮的、欸。很好，很好。还有没有女仆还活着？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脚下。有洞，有洞。还有没有女仆还活着？嗨，我是来救你出来的。哎呦，有洞，有洞，有洞。还有没有女仆还活着？真的啊？哦，好多洞哦。没有，没有，这边这一层楼没有女仆还活着。还有没有女仆还活着？没有。我们要不要去楼上看一下？我是夫人，我还活着啦、哎哎！好，夫人都不行，差别待遇。会不会是跑酷？会不会是需要跑酷啊？跑酷跑什么啊？是哪里要跑？他好像可以再往楼上走，对不对？阁楼啊！对，我没记错的话，阁楼好像是在这个方向。阁楼的方向是在梯子还在吗？梯子断了，哦，梯子断了，哦 no， 所以没有办法爬梯子上去。疯狂科学家实验室，我啊什么？没有，在哪烧掉了？烧掉了！疯狂小说家啦！啊，是原来他是科学家。我在想，科学家是一个新的地方还是哪里啊？这里过不去。所以我在猜，应该是要找到地方可以上去吧。二楼还有人吗？还有没有女仆 ？Hello， 大小姐，衣服不见的话叫一声。这里还可以往上爬、欸，哟，可以哎、欸，可以哎、欸，这里这里这里，哦，这里不行，哪里？这里在浴室的这个地方。哦，你最爱的浴室。爬到阁楼了，还有人吗？还有没有人躲在阁楼？大小姐有人吗？夫人，大小姐，夫人，大小姐，哦，走到了这里，哪里？大小姐，大小姐，哦、大小姐，她手上拿剑呢，她都是血。大小姐，你还好吗？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撤撤，各位撤！哎哎、我帮你止血，不要动，我不要不要丢掉他。已经来不及了啊！这里太危险，快飞太远，不要彼岸之墨太久。彼岸之墨，啊，他手上有哎、欸，彼岸之墨不是会让人产生幻影的毒花吗？它不是一般的彼岸之墨，它可以无限生长。千万不要让别人拿到这无限生长的彼岸之墨哎、欸！什么东西？什么声音？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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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大小姐，大小姐，可以告诉我们是谁把房子搞成这样？还有其他人呢？可恶，到底是为什么？宅邸后面一次传出来奇怪的声音，看起来凶手还没有离开。那还等什么？不能就让他跑了。没错，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等等，先别冲动。我们还不清楚他的来历啊、哦，也是，我们要冷静下来，该用什么办法对付他呢？冷静的太快了吧！总之，先到后面去看看吧。助手，大小姐的手上的剑就交给你了。我们会替你报仇的，大小姐，保住，大小姐，我们会把彼岸之花带离开这里的，你放心好了。前往后院查看。奇怪，楼下那么多岩浆，直接把那个东西丢到岩浆里就好了哦。是也是、欸，那助手，剑交给你了，箱子里面有。彼岸之墨，对对对对对，不，你把剑拿走，把剑，他的剑，啊，我拿不走啊，啊，我能死啊，拿不出来，尸体已经僵硬了。好，那我们要到，我们到阳宅的后方去，我们要到阳宅的后方去，好，跟我走，跟我走，好，好，我身上有，各位再见，我跟着彼岸之墨一起来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是哪？回来了，这有点像魔戒三的感觉、欸。我带着魔戒一同下地狱、哦，一同进到火山里面。No， 小心一点点。他说我们要到宅邸的后院去，是不是啊？后花园，后院要怎么过去？等一下，他后面看见他了。哪里？哪里？哦、他手上拿的什么啊？邪恶的蟹老板，超大的剑呢、欸？这什么啊？哇、哦！对，哦，小心，小心，小心！他直接跳过去吗？来喽，各位。好，他的武器也太大把了吧？是怎样啊？收到了！我操，
是你，我叫不给我邪恶的蟹老板。你们终于来啦 ！Oh no！ 这种事情你也做得出来？哦，他用一把剑直接把哦劈开，太屌了吧！太厉害了吧！哥，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你！小心，可能有陷阱啊！哇！我问你，其他人去哪了？哼！我说老爷也真是的，留下夫人来保护米安之墨，怎么可能打赢我呢？至于其他人，早就已经逃走了。没想到大小姐竟然回来送死！你这畜生，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各位，我为暗年公司付出了这么多，你想想问看他们为什么赶我走？你冷静一点啊！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但你也不是个罪，你怎么会是不是个罪犯？我只知道你是一时冲动。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在一起啊！我们可以陪你度过难关啊！你们帮我，这一切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回头？啊！我还想问你，为什么要对彼岸之墨这么感兴趣？对啊，那朵花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为什么要有牺牲呢？彼岸之墨，它可以让人产生幻觉，可以让蟹老板让他们变成疯子。可是他不是叫做蟹老板吗？没，我觉得他打错字嘞。啊！打雷！哦哦哟哟哟！配音呢？我要杀了你！我可以超过控制，我可以得到另一个富贵。不行！哦，乱成一团啊！我就不困着打他。这是什么 RPG 式的文字战斗啊？哎，我觉得他最后头上那个血数字很尴尬。他不是蟹老板啊，哎呦呀！哦。这空服员，还好吗？已经抵达目的地了，你可以下机咯。我刚刚去哪里？废话，但是在飞机上啊。所以我们到企鹅岛了。好像吧。是的，现在机上只剩你们咯，赶快移动，谢谢。哈？哦，做梦吧？哇，这不会只是一个梦结局？大梦初醒的。啊？嗯，就这样。这样，我稍微理一下，我觉得它跟一代的剧情连起来了，一代的，而且是前传吧？对，这个应该是前传。对，所以它是发生在，还是它最后其实变成蟹老板？啊、哦，说不定就是因为一代最后的大魔王是蟹老板，他其实没有打数字，哎，哦，那为什么？所以最后彼岸之墓还是被他拿走了，所以他其实是 bad ending， 哎，对不对？哦不，哦，其实前传是 bad ending， 哎，点我离开机场。结束了，耶、yeah! ！恭喜你完成主要剧情。哦、oh, yeah! ，这里有作者们的惊喜哦，本能可以传送到自己的体内拿到成就。等一下，是我跟你耶、欸！好了，我先。这什么东西啊？我也是，还蛮好看的、欸。这个胡子，可以帮我画一个胡子 skin 吗？What is this？ 我觉得这个胡子 skin 还蛮好看的、欸。这边有小白，还有肉，还有小光， yeah! 好可爱啊！Alright，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喽。最后的结局是一个灭门惨案哎、欸，超惨超惨的那一种哎、欸。天哪！从此之后，熊掌村就走上一个悲剧的 ending， 然后就来到二代的剧情，然后等我们二代的主角去收拾他们。Alright，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喽。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张可爱的地图，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们知道。我们下期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